他花费300万给自己加装了6颗腰子，直接从标配的2颗升级成了豪华版的8颗套装。他之所以如此丧心病狂，主要是担心自己会30秒后全军出击，想要变得更猛一点。他先是跟医生商量，说想给自己的身体掏空一点，好让新腰子住进来。医生一听这可是个大工程，马上就帮他拆了6根肋骨，总算是给新腰子腾出了安装空间。接着他就直接飞去缅甸，眼睛都不带眨一下，就以每颗50万的价格直接打包带走了6颗新鲜腰子。在手术的前一天，他兴奋地睡不着觉，幻想着那8颗腰子带来的洪荒之力。到了手术那天，医生拿着记号笔在他身上画出安装区域，经过7个小时的精密施工，这位老兄终于拥有了梦寐以求的8核处理器。从此之后，他简直像变了个人，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力气，感觉自己能单挑10个女人。为了保持这8颗腰子的最佳状态，他早餐必点猪腰炒蛋花、韭菜、枸杞，这些补肾圣品更是轮番上阵。闲暇时间就去医院，通过物理方式给体内的8个腰子进行充电，这样才能火力全开。不仅如此，他想着家里养的宠物也不能拉了自己后腿，于是隔天便带去宠物医院，让医院给狗狗来了一套4腰套装，让全家都忙起来。